跟你讲，四个人坐在一起是要干嘛？要分组合作，对不对？所以等一下你如果答对了，假设是你答对了，对不对？我会送你一个，还是送你四个？一个就。哦，没有。我们现在是整组是一个团队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他答对了，我就会送他四个，每个人都有一个。所以你们其他人就要想办法怎样帮助他，帮助他，帮助他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赢了，你们全部的人都有嘛。那你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懂不懂？所以等一下，哎，如果他答对了，我会给他几个？四个。没错，每一个人都一个，这样好不好？同样的，等一下哦，如果我们在上课的时候，比如说他在讲。哎，老师，请问你三加五多少？好，等一下，他在回答我的时候，哎，那边的小朋友他怎样？不再动他的手，我就会怎样？我就会警告他一次。如果警告两次的时候，所以你们同队的人如果看到有同学怎样没在注意的时候，你就要提醒他喽，因为老师的眼睛会这样子射，被我射到的话，我就会警告一次。警告两次的话，每个人就要罚一个，所以一次要罚四个哦。很可怕哈，所以但是不要怕，所以你只要看到，哎，徐老师这样眼睛在扫射的时候，表示有人没在认真听课吧？你就要看住，你看住，老师在那里狂，对吧？好，那这样我就会原谅他，这样没问题。那我会警告两次才会处罚你，这样没有问题吧？哈，所以等一下，哎，所有的问题一定要讨论。那如果你不会的话，老师记挂很漂亮哦，赶紧赶懵，知道吧？懂吗？那等一下如果叫到你。不要慌，不要害怕，叫到你，你只要有讲就好了。讲错没关系，你觉得讲完全没关系，知道吗？讲错没关系，但是呢，如果我抽到你，对不对？我叫到你，等下会抽签嘛，对不对？叫到你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五秒钟都没有讲的话，我就要换别人，这样知道吗？所以你要五秒钟之内一定要讲一点话。啊、他讲的，他、啊、比如说三加五等于多少？哎、欸，他只有讲一半，他讲不完怎么办？哎、欸，别人可以帮忙。救援他，哎，老师，我救他，我救他，我救他。你们组只要把他救完了，你们组就成功了，就一人一个，好吧？那各位，所以等一下，今天的题目比较难哦，动很多的，但是我会抽到谁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个人都要会，这样好吧？这样好吧？最后一件事情，我刚问他多少，几加几多少，你记得吗？三加五等于多少？万一有一个笨笨小孩说三加五等于五。哦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你可不可以笑人家？我最讨厌学生笑人家。为什么？数学不会有犯罪吗？没有。数学不会，你可以嘲笑人家吗？所以等一下记得，同学，所以你讲任何的答案都没关系，放心。如果有人笑你的话，我就会警告他一次。他如果再笑你第二次，我就会把他的筹码发过来给你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太过分了，不能笑人家，可以吗？所以你放心，你讲什么话都可以讲，这样可以不可以？开始要来玩了，开始要来上课了。好，第一个题目，注意看哦，你们看到这个？近视看不到的举手，请画回来。能画吗？哎，老师讲，哎，老师喜欢说实话的小孩哦，所以你相信我，跟老师。老师说画我，我眼睛画偏，讲啊我，到时候就完蛋了，你懂吗？好，黑板的字你看懂吗？看得懂。好，我给你30秒，把这个题目看完。可以讲话吗？你觉得可以讲话？可以的。
的哦。讨论的时候你就尽量的讲话，没关系。对对对对，没关系啊，你讲的好好，不要讲，不要讲，好棒。来，给你两分钟，等一下听你讲的，哪里看不懂的，赶快去问人家，好不好？来，两分钟开始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要问你要问我。哦，他问得很好，老师。啊，我肯定被冲傻了哈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们老师讲好了啊。哦，你这个回去可以下礼拜一可以跟你们老师换加卡，要知道吗？要知道。啊，怎么换？你跟你们老师讲，你们老师会很大方跟你换加卡，要知道。对吗？所以这个今天就放在你那里，星期一拿去跟你们老师换加卡，这样知道了哈。啊，还有问题吗？我看很好，我很喜欢他，有问题就要问。赞，喜欢。来，还有吗？还有问题吗？没有，给你两分钟了，你要开两分钟，两分钟开始变，哪里会？所以你有波斯。
这边出国留学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如果他答对的话，他们四个都有奖，你们四个也都有奖，所以你要认真比较他，懂不懂？啊，你们赶快去吸收留学生，好吗？好，继续来开始。他来出国了，你们两个不会有钱。等一下教官你们会讲的，确定吗？不然会给我警告的哦。你不要赶快。不是，现在他们是这里不会哦，所以你要教，我们现在是这里不会哦，你要教他那里。你们都不会，不会啊！去那里，人家那个好厉害哦，他讲的好厉害哦。你会讲，你快讲，不要再写了。本来这边出国留学都不会的。你看，人家会算，跑到那边去留学，你会算没有用的、啊。不会讲啊，完蛋了，这样不好看。你会讲，不会讲，会讲给他听啊。原价是几个？对不对？
所以你星期六如果你去点海鲜披萨，聪不聪明？你觉得你去点海鲜披萨聪不聪明？不聪明啊！你看啊，你去星期六你去买海鲜披萨要花几元？45。有没有比较便宜？没有。好吧，他真的留学有成功，来掌声三下，感谢，厉害。可是你们会不会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，对，对不起，先给我。等一下，你把你那组教会四个都，这样好不好？来，你教的嘛啊，等一下会给你，好不好？来，所以我在，你们三个还会不会？你们三个这样听懂吗？你会了，我教了两个。你呢？你还是不会哈，没关系，你再听一次哦，好吧？我再给你一分钟，你赶快点。留学生，来，你讲得很好，我是证明的，你把你们这组教会的四个都有，好不好？你会了，你要教他，他还听不懂。好，还是听不懂，不要说听不懂，还是不会讲的，你就要去问人家，知道吗？我再给你一分钟，对不对？开始，一分钟开始啊！你会讲吗？你会讲吗？你要问他，叫他讲给你听。我讲吗？讲给你听。对，漂亮。讲给他听。不会，不会。你会不会讲？讲给他听。就是这句话。
到这里懂吗？懂懂哈，可以哈，好，继续。牛肉披萨是490元，比他小，所以要怎样可以写上去？所以说礼拜六去买就是300元，哎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来，掌声三下，有请。谢谢。你看哦，哎，这张表格有没有很清楚？他做这张表格有没有清楚？有没有很厉害？你看哦，他像你，你看你算这些算是不能画嘛，对不对？嘿，不能像你。你看得懂？等一下你来解释好吧？因为等一下我们还有算式，所以我说，当你要告诉人家，你要说明给人家的时候，哎，这张有没有很清楚？就能，所以你看他去留学，一下子他就学会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给留学生思路了，好，来，掌声三下，有请。一人一个，好吧，自己关好，给你关，一人一个，好。好了，现在还没有，剩下你们没有赚到，对不对？等一下给你们机会吧，等一下就是用算式的哦，你最厉害的算式要来了哦。来，现在请问你啊、哦，一个礼拜有几天？一个礼拜有几天？七天。请问你，麦斯现在要想要买什么？想要买什么？一个月派披萨。请问你，你会告诉他哪一天去买最好？嘘，开始要写算式哦，这是要写算式的，他写加减乘除了。可是我不会数，对啊。这里要不要数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
数字为什么是两百七跟三百七？知道？哎，不是你，公开给三点来，因为我没有看到数字是两百七跟三百七呀，那个怎么来的？你可以告诉我。停，等一下，你讲的声音哈，要让最远的同学听到。谁是最离最远？是你当裁判了。因为好领导欢迎，你要听到最远的，你要讲给他听到。哦，因为星期二每个披萨都怎样，都要减八十元，对吧？所以，哦，等一下，我懂了，原来这个两百七怎么来的？所以你敢不敢下两百七怎么来的？你不下我怎么？怎么？哎，怎样？两百七怎么来的？哦，三百五怎样？减八十。哦，完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哦。谢谢你来换，这个是三百七怎么来的？哦，我也懂了，原来是百五减八十。哦，啊，这样我懂了。对，那最后我要问你啦，那这个什么意思？三百怎么来的？三百就是野菜披萨。哦，因为它比较便宜，所以它是三百。那这个四百五嘞？四百五就是海鲜披萨，它比四百二十元贵，所以是原价。好，那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，一个礼拜有七天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，你现在只有告诉我礼拜二跟礼拜六，那我礼拜天去买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啊，礼拜一天会不会比较便宜？没有，是原价，是原价。哦，所以礼拜天要不要考虑？你要不要考虑礼拜天？要不要考虑礼拜一？因为它都是原价，然后我小点对吧？好，好棒啊！来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三下，三下，预备，起。啊，一人一个。哦，你们班太厉害了。那我出一题难的哦。那这一题哈、哦，就要比赛的哦。这一题就不能出国留学啊、哦。这叫比赛，每个人你告诉我，现在哈、哦，徐老师的口袋，台湾几千多。那我准备加三种口味，三种口味的披萨，知道吗？你觉得我星期天可不可以完成这个任务？星期天，星期天就是明天嘛，星期天，我想要吃三种口味的披萨。哎，告诉我为什么？啊，我口袋有钱，我口袋有钱，我有钱包。好，请帮忙帮徐老师想一想，徐老师有没有办法完成的？讨论开始，你告诉我可不可以？你有问题？好，我喜欢，我最喜欢听同学的问题。你说，不用啊，我只要可以买三种，不用什么包。我问你说，我几千块，我再买三种口味的披萨吗？你觉得？可以吗？不行。啊、他说说可以的时候不行，他表示你们没讨论啊。到底是谁对？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行，你觉得？你们是，他们四个都说。他们四个，你们要讨论吗？阿平，看，他们人家他们四个都只有一个答案，你们四个有两个答案，有两个答案，我比较喜欢一个答案，能知道吗？以后讨论的时候要赶快讨论。来，你们想要选谁？随便你们选，你们要选谁讲？
张彩票。因为最便宜的三个加起来等于都超过钱。哦，最便宜是哪三个？就魔鬼披萨、野菜披萨、海鲜披萨。哦，火腿、野菜、海鲜加起来有没有超过钱？好，所以我可不能完成任务，因为最便宜的就不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太棒了，来，等一下，哎，坐下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已经达到过关了。我另外一个问题哦，那我现在礼拜天吃不到三种口味，对不对？那我别天吃好不好？你觉得我别天可不可以吃到？来，开始，来，开始，开始。那你告诉我哪一天可以吃到？我几千块呀，我会讲三种口味的，你觉得我其他天可不可以吗？一千元。对对对，我现在不要礼拜天了，我只要能吃就好了，知道吗？我礼拜几都没关系。
是要给哪里的板子？
掌声再下有请。厉害哦，你这掌声太厉害了。来，好，那等一下时间很快，我本来还有一题的，但是时间到了，所以另外一题就给你们老师上，好不好？好。你们觉得这样上好不好？好。你们听懂？很好玩哦，你们听懂？听懂还是重要，对不对？听懂还是重要。以后我跟你讲，学这个很好哎，学这个以后你可以省钱，对不对？你才知道哪一天去买比较好嘛，对不对？知道吧？好了，班长下课啦。